場を切り抜く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。お立ちの方は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電車超可愛的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どうぞ座り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これは左側に。ボールの先。脱線ホームのため、電車とホームの間、よく離れております。为什么箱根汤本车站的楼梯是那个福音战士啊？哎，好好玩哦！等这个28分的巴士，但是他一直都不来。哇，好漂亮！都不用到山顶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了。哇！不好意思讲。对啊，在这边喝咖啡就好了。这个巴士停的旁边就有一家咖啡店，可以坐着看刚刚那个富士山，等下下山来这边喝。我们刚刚在这个咖啡问完路，然后现在要来去登山口。登山口出发。它路口挡起来耶，应该还是可以进去吧。现在几点？11:53开始爬。到山顶不知道几点了。走没多久，看到这个登山口的标示，到金石山要75分钟。原来这边才是真正的登山口，要开始爬山咯。哇，すごい。中间点，但是不是金石山顶，这个的中间点。才走10分钟就已经喘到不行了。爬到一半居然看到狗狗，原来是有人带来爬山的。欸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带我们家的狗来爬耶。走没多久就把外套脱了，好漂亮哦。超好玩的，这里有一个台子可以让你上去帮朋友拍，那个背景就是富士山的。从这边还要再走50分钟，才走20分钟，好吧，够。这条路真的是初学者吗？居然还有35分钟，你一直都在上坡，终于有个平台。原来这个平台是长尾山顶，我们现在在长尾山顶。
然后要再往金池山出发，还有35分钟。35分钟，为什么要下坡？该不会要先下坡，要往上爬吧？我们还是不停的在下山，现在好像走到两座山中间最底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就又要开始上坡了，很惊啊！哎，你看，他写说金狮山以前叫做猪鼻月，因为就是很险峻的那个很多岩石的山。太幸运了，这是。人太多，多到有人坐在岩石那边吃哎、欸！到了到了，这个山顶真的好漂亮哦！真的是好超漂亮的，可惜富士山的头被遮起来了。它山上那种感觉有厕所，然后有一个茶屋，啊，有点暗下来了。对，超美的那里。静冈的草原所以是这个方向，所以是在那里，日本平是在那个。我现在才发现它是一个斧头哎、欸，然后倒过来而已。すごい。登ってきた。我们回程要走不一样的路线，这个路线应该会比较简单。下坡很陡，这样怎么下去啊？走不完的阶梯，我们现在从这里走到这里，然后要再下去这里。再15分钟就到了，这个15分钟跟这个45分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好大的岩石哦，而且这个岩石中间被劈开了耶。这爬山也太妙了，中间还过了一个马路。哎，然后过了马路继续爬。对啊，还没。哦，所以还有10分钟。到神社而已。这种灯好可爱哦、喔！对啊，晚上很恐怖。晚上很恐怖吗？我爸可以搞得手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早上是从这里，然后现在是从这里下来，在这里。我们现在要出发来去箱根汤本。那豆腐店的车是怎么回事？那个真的可以开吗？不行，台湾豆腐店是那个。我知道是漫画啊。可是那台车是真的可以开的吧？香根的面膜是一样的，只是它贴纸不一样。要哪一个？这个好了。这是香根的清酒，那来一瓶这个。没看过这种 highball， 来个 highball。哪个？黄色的。
超好的 Seven。先食到香根汤本，好多站哦。结果我们途中就下车了，因为司机说这条山路到香根汤本的路上车子太多，会很塞，要三四十分钟。所以我们途中就在这个大雅平台车站，然后要搭登山电车到香根汤本。来车站附近的桥走一走，哇，超漂亮的！这里就是往桥下面的入口，好漂亮哦！要不往那边走好不好？今天晚上住的饭店看起来还不错哎。はい、ちょっと別館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、少し移動する形になりますので、こちらお持ちください。从八楼可以到大浴场，然后也可以到我们住的箱根の森。好漂亮哦！好可爱哦，这里。这里好大哦。啊，这个走廊也太可爱了，这样往上走才不会害怕。继续往上走，到底我们的饭店在哪里？どこどこ？到了到了，感觉比较西洋式，好可爱的旅馆哦。哇，感觉很干净耶。饭店有附这一组可以带去泡汤的耶，有这个袋子。来换衣服去吃饭泡汤哦。干杯。还有现炸的甜不辣送上来了。好下酒、哦，嗯，啊，看得到皮的那个，真的，鸡皮疙瘩。喝了一口才发现不对劲，它是烧酒，一般 highball 应该都是 whisky。嗯，这牛奶布丁好吃哦，好细。好日式的感觉哦。对啊，我朋友在那澄清温泉吗？对，澄清温泉不穿不过三个月。我们来看看专业的。哎呦，那那团白白的分开来是这样子哎，因为它刚刚这样是盖起来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他原来分开是这样，那道馆去了会怎样？就如果你是在这个附近的话，你就可以。现在它只有两只，然后我就可以加我一只进去。啊，那会变这样？然后就可以保护这个道馆。有人来打，然后打赢了，我就可以，就是有对。有过干嘛？是有，所以你要进去。口音我要进去，我要按这个，可是他说我偷司机炉啊，所以我要去。在哪？
更难。